但我圣诞节抑郁度过。其实你唔会知道，你可能会有。余文乐咩事搞到自己抑郁啊？唔通因为圣诞要过 Lonely Christmas？ 原来余文乐今个圣诞节要拍戏，饰演一位抑郁症病人，仲话系入行十几年嚟第一次唔收片酬拍戏添，又唔收钱，又要扮抑郁，因乜事咁大牺牲先？原来即系你会睇下睇下剧本，咦？好似自己有做嘅。佢惊啊，唔紧要啦。佢话我后生，我都可以医到嘅。咁淡定都有嘅，乐仔话今次系撑新导演，加上剧本自己又中意，所以点都要拍。中医所讲嘅饮片系啲咩呢？饮片即系八子柜里面嘅药材啦。中药原材料未必适合直接处方，多数要炼制成饮片，先至可以煎煮成汤药。